有危险！不行，我还是去检查一遍好了。钢瓶均检查合格，相关防爆设施也很完善。主槽有耐热构造及洒水冷却装置，分装设备8公尺内严禁烟火，场内装置泄漏侦测器。进出车辆都装有灭烟器呢，防灾定检做得牢，大家安心没烦恼。Super Big Safe。